创造高龄优先社会，彰化县政府叫买全新的老人文康休闲车，讲要来巡回各村里社区以及社区关怀据点，提供卡拉 OK 歌唱等服务，和社区的时代就敢那歌星同款。广府广场传来老爹爹卡拉 OK 歌声。社区长辈一提到麦克，就忍不住来大声唱。为着创造高龄友善社会，广府社会处添购全新的老人文康休闲车，除了提供老人社会福利服务咨询以外，最重要是提供卡拉 OK 歌唱服务，要让社区长辈会当快快乐乐来唱歌。我们彰化县政府所新购的这一台老人文康休闲车，在今年即将启动，我们一年要服务300场次，让我们的老人家可以在老人文康休闲车可以欢唱一整天。我们希望营造彰化县是一个幸福宜居、我们友善的城市，就从这一台文康休闲车开始。社会处指出，新公司老人文康休闲车服务会当透过各社区发展协会、老人会或者是社区关怀据点来申请。中央新闻，张世良，中华采访报道。